如果想弹旋律、独奏、solo 还有电吉他的话，最好学会使用拨片。有些朋友不知道 solo 是什么，听听这个。初学者开始不知道怎么练习，其实不复杂，和你刚刚练习手指时没多大区别。我为大家介绍几个很简单的日常练习。我们刚接触吉他时弹过这些分解和弦 T 三二一 T 三二一，或者 T 三二三一三二三。开始时拨片也可以这样练习。练习时要特别注意这点，交替拨弦什么意思呢？下上下上就是交替拨弦。第一个练习 T 三二一，交替拨弦，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，三根低音弦都可以循环。练习二 T 三二三，一三二三，同样交替，每一根低音弦都可以弹，慢一点，均匀一点。再四。爬格子，有规律的下上交替，下上下上，慢一点，均匀一点。音阶有点难度，因为有的弦是三个音，有的弦只有两个音，弹的时候很容易搞混，所以大家练习时速度放慢，动作可以夸张点，练习时可以说出来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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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感觉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慢一点说出来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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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基本功就是这样，需要耐心，多多练习。